亲爱的同学们，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这道题。右边的图形是由两个完全一样的长方形拼成的，长方形的长是6厘米，宽是3厘米，拼成后的图形的周长和面积各是多少？那咱们要想求周长和它的面积，对吧？那我得先来求一求它的周长。那要想求周长，我得知道什么是图形的周长呢？嗯，围成封闭图形一周的长度。好，围成封闭图形一周的长度才能叫做它的周长，对吧？那要想求这个长方形它的周长，拼成后的图形它是有两个长方形拼在一起的，对吧？嗯。那要想求拼成后的周长是多少，那我只需要求围成它一周的长度是多少，也就是老师画的这一圈的，对吧？嗯。这儿我用算吗？不用。不用，因为它们已经重合在一起了，对吧？嗯。咱们求周长的时候，只需要求它外边围成它一周的长度就可以了。也就老师画的这个形状是它的周长，那我们就来求一求吧。那要想求周长，既然是围成它一周的长度，这个图形它围的是什么呢？这些都可以叫做它的什么呀？嗯，小边，对吧？嗯。那要想求一共这是多长，我得知道每一小段是多少厘米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咱们就来找一找，这儿是多少，知道吗？6。哎，6，它是长方形的长，对吧？这是多少呢？3。哎，3就是它的宽。这是多少呢？也是3。哎，也是3，对吧？那你说这是多少呢？6。6，好，这是多少呢？也是6。也是6，那这是多少呢？3。3，那你知道这和这它俩是多少吗？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对吧？能不能求出来呢？嗯，可以可以，虽然老师画的这个不是特别标准，对吧？那么咱们在这里这两段也是可以求出来的。怎么求呢？咱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它俩是多少就好了，然后再把所有的一加起来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嗯。可是它和它是多少呢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条长长的边是多少，这条长长的边一共长多少？6。6，它是我们长方形的长就是6，对吧？嗯。那这儿是6了，那中间这部分咱们不能算，那我要想求这两边的话，要是知道中间这一部分就好了，用总的长度减掉中间的就是两边的，对吧？对。那是两边的和，那你知道中间这是多少吗？知道。多少？3。哎，很好，这是长方形的宽嘛，对吧？它们通过在一起了，所以它跟咱们长方形的宽的长度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一段它是 3，对吧？嗯。那我就首先来求出这两段的时候，那我就用总长6，哎，这条边总的长6减掉中间的这一小段3，就能得出两边的和，对吧？嗯。等于3厘米。得出来的就是这边和这边它俩加起来等于3厘米，对吧？嗯。那现在它和它一共是3了，那整个这里边是不是所有边我都知道了呀？是。那我就可以来求出它的周长了。那我是一个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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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吗？不用。太麻烦了，有相同的加数我可以把它变成乘法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几个6呢？3个。3个6，那我就给它列式3×6。加上几个3呢？1个、2个、3个，它俩合在一起1个3。哎，又来一个，那就应该是4个3。那我就用3去乘 4，对吧？3×6。18。18加上3×4。12。12。18加12等于多少呢？30。30，单位是？厘米。厘米，这个周长咱们就求完了，对吧？嗯。那同学们再来求周长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什么是图形的周长呢？就是围成封闭图形一周的长度，它是两个长方形拼一起的，那我得求出它外边围成它一周的长度是多少，我得知道围成它的每一条小边是多少，对吧？嗯。那就这两边不知道，那我知道这儿总的长度是6，减掉一个宽，那剩下就是两边的
和，对吧？嗯。所以它的周长咱们就求出来了，是30厘米。周长求完了，咱们还得求它的什么呢？面积。面积，对吧？那我得求它的面积。那什么是图形的面积来着？嗯。表面或者封闭图形的大小，对吧？那这是封闭图形，那我要想求它的话，它的面积是这儿，对吧？嗯。那老师摸到这儿实际上是两个长方形。那我要想求整个图形的面积的时候，只需要求出两个长方形的面积，加起来就是整个图形一共的，对吧？对。那你说这两个长方形的面积一不一样呢？一样。为什么一样呢？因为它是完全相同。哎，很好，两个完全一样的长方形，对吧？所以我只需要知道一个长方形的面积再去乘二就可以了。那长方形的面积又跟它的什么有关呢？长和宽。长是多少呢？六。宽是多少呢？三。长知道了，宽知道了，能不能求它的面积呢？6×3。六乘三，对吧？有几个呢？两个。哎，这儿就完了，这还有一个跟它完全一样的，咱们直接来去乘二就可以了。省的你还得再加一遍，对吧？嗯。那直接乘二就行了，那咱们就来算一算吧。6×3再乘二，36。18再乘二等于？36。你也可以让三先去乘二，23得？6再乘六，六。36，对吧？所以等于36。单位是厘米吗？平方厘米。哎，因为它是面积，面积单位是平方厘米。这道题咱们才做完，对吧？嗯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完整的解题过程。那同学们，这道题呢我们就做完了。这道题啊，咱们要知道什么是面积，什么是周长。周长是围成它一周的长度，叫它的周长。面积是求它表面和封闭图形的大小。那这个图形求它的面积的时候，咱们可以分成两部分，这儿是一个长方形，这儿是一个长方形，把它们各自的面积求出来，相加就是一共的。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两个长方形的面积是相等的，所以只需要求一个再去乘二就可以了。那么亲爱的同学们，今天咱们所有的知识点都学完了，所有的题也都做完了，接下来咱们得总结一下今天都学什么了呢？那所以咱们今天呢，首先学习了我们面积单位间的近率，对吧？学习面积单位间的近率之前，咱们就先来复习了长度单位间的近率。那长度单位都有什么呢？常用的有毫米、厘米、分米和米。那一厘米等于10毫米，一分米等于10厘米，一米等于10分米。相邻两个长度单位间的近率它是十，对吧？那我们长度单位的复习完了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学习我们面积单位间的近率了。一平方分米等于100平方厘米，一平方米等于100平方分米，也就是相邻的两个长面积单位间的近率是100，对吧？平方米、平方分米和平方厘米，这些都是咱们常用的面积单位，它们相邻两个面积单位之间的近率是100。那咱们在求面积的时候，不只有就这几个，对吧？还有比较大的面积单位。测量土地的面积时，常用更大的面积单位是公顷和平方千米。边长是100米的正方形，面积是10000平方米，对吧？边长是100米的正方形，面积是10000平方米。一公顷它就等于10000平方米，一后面4个零，对吧？边长是1000米的正方形，面积是100万平方米，也就一后面6个零，对吧？那这个一平方千米，它等于100万平方米，等于100公顷。那同学们在换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。那咱们再给它单位换算的时候，面积单位换算的方法，大的单位换算成小的单位，先想好近率是多少，再看有几个大的单位，换算时就有几个近率，也就是咱们大的往小的话什么法？
除法。哦，大的往小的化去，成禁律。把小的单位换算成大的单位，也要先想好禁律，再看小的单位含有几个禁律，换算的结果就是几，也就是小的往大的化去除以禁律，大的往小的化去乘禁律，对吧？那你在换的时候，首先我得知道它们间的禁律是多少，对吧？那咱们这个做完了以后呢，最后咱们就来多做一些我们的题了，对吧？做题的时候就离不开我们的面积公式。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，那正方形是长和宽都相等的长方形，那么正方形的面积公式是边长乘边长。那亲爱的同学们，今天咱们所有的知识点都学完了，那我们在做题的时候，这些知识点一定要把它牢牢的记牢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喽，拜拜。